大家好，我是 H6 Studio 的可宇，我毕业于北艺大音乐学研究所，我现在的主业是 Yamaha 流行音乐课程的爵士鼓讲师，此外我也是一位奶爸，白天带小孩，晚上教鼓上课。那这支影片其实主要是要跟大家预告，接下来我的频道将会制作一系列打鼓的教学影片。我自己的预想是希望可以制作出男女老少都能够理解的影片。那所以影片的内容将会从零开始教，我会把我过去在音乐教室教学的内容和经验，用影片的形式做一个统整和记录。那因为我们在学打鼓过程中，经常会需要经历只能对着节拍器反复练习的状况。那有时候这对初学者或是小朋友来讲，可能是有点枯燥乏味的。所以我的教学影片，除了观念和知识相关的谈话性内容以外呢，每一支影片都会根据教学的内容，创作相对应的伴奏音乐，就算是很基础的打点练习，也会有音乐可以让同学配着练习哦。总之，希望我的影片能够帮助到想学打鼓的你，也期许自己可以将这个系列长远的做下去。当然，我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做的歌曲 cover， 还有乐谱分享的部分，未来也是会持续做。只是可能不会这么频繁。那最后，如果我的频道有帮助到你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